想报一个两块钱的一个创垦街。坐起看，小鬼下，男人不在家呀，难不到女人家。这世界，这世界是一个大铁幕，每个人踏着一样的脚步。中国福金利福，请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所提供的礼品一份，每期一等奖一名，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一部，二等奖1000元金饰10份，三等奖价值200元的充值卡50份，幸福账单我们为你买单。幸福账单为你买单。传说中的幸福三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大型综艺互动游戏类节目《幸福账单》。本节目是由王大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王大山》。幸福很简单。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您的账单啊，您可以扫描二维码，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报销您手中的账单了。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来吧，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报账人。欢迎你。你好，来认识一下。来，大家好，我叫吉吉，吉祥的吉，吉利的吉，我是浙江宁波人，现在在北京。啊，宁波汤圆。我自己也很喜欢吃。甚至很喜欢吃。真的。你说对了，吃多了也就这样了。如果你自己形容自己的话，你是一个怎样的女孩？我是一个爱吃的女孩，你呢？我是一个爱讲故事的女孩。爱讲故事的女孩。哦，讲故事的女孩。对，喜欢听故事吗？喜欢呐。那你给我们讲一个，用你的方式吧，讲一个故事。那就接下来灯光，音乐。灯光，音乐。很多年以前，在那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在那杨柳低垂的湖边，我邂逅了一位温文儒雅的男子。我鼓足了勇气要对他说，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一生永远爱着你，玫瑰花。可是我的表白太晚了，他已心有所属。确实是这样，倾心于我身边这位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四月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祝福二位，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横刀夺爱的。我已经遇见了我命中的白马王子，他高大英俊帅气阳光。马儿啊，你满街走哎，满街走哎。好精彩的一幕，把咱仨绕进去了。我觉得刚才就是你抽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快把家自己的时候，这叫拍马屁。好的，今天一个爱讲故事的女孩来到我们现场，是准备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有什么样的账单故事？我的账单呢是一部老年代步车。哦，你是给长辈的吗？给父母。那价值是3460元。3460元的老年代步车，来60秒倒计时。谢谢。3、2。
官，再次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3460元的老年代步车。好，3460元的老年代步车，是的。如果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万达山营养100年来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好不好？好，谢谢，加油，加油，挑战成功。喜欢说故事的女孩吉吉现在站在了挑战的关口，唱歌很好，故事，哎呦，哇，哇，这能稍微稳妥一点吗？咱能不能听我说完？但是没关系啊，集中精力开始挑战，好吧？来，双脚起跳没问题。第二关，这关可以稍微的慢一点了，好吧？哇，他每一次的选择都是用自己的膝盖先着地啊，后边还有障碍物在催促着你呢，你看看。跳，哇，一点点的爬，哇，像游泳的姿势一样，来，来，到达第三关，现在是稍微的用半蹲的姿势，第一是看准时机，哎，好的，哇，我现在好紧张，他到底能否通过呢？他是一个充满了悬念的选手，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危险，但是每次都能够在最后时机奇迹般的通过。哎呦，哇哇，啪啪，力量，给他点鼓励好吗？凭什么？哇！来，第四关，9 8 7 6 5 4 3 2，漂亮，哇，你简直就是我们今天逆袭的典范。是吗？我都没有想到，一路上到现在应该说都是磕磕绊绊磕磕绊绊，但是你竟然来到了第五关，来到了我的身边。那么接下来在你面前将面临一个选择，就是第五关，来，放弃。对，在这一关他选择了放弃。好了，吉吉，在这正式宣布，你为父母准备的代步车的钱3460元正式确认。来，大声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想不想要报账？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
情全部带走。唱的真棒，欢迎你。带着海风就过来了，你发现没有？跳跳草裙舞，对，真的是从海，你是从海边来的吗？对，我是从海南三亚来的。哦，怪不得。来，来认识一下，哎，这么没出息。大家好，我来自海南三亚，我叫阿旺，谢谢大家。阿旺，来就来吧你。没有，你这个冷了你。那首先呢，就把一个杨桃啊，它特别水灵，然后呢，我就把它送给我们的特别美丽的嗯。小妹，你管他叫什么？小妹，小妹啊！哎呀，小妹，对。你知道人家每次上来选手都会说迅姐，我心里就说。我叫小妹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海南的称呼，他不管你有多大，或者你别找我，别找我，你比我大，比我小，都是叫小妹。不管你最就是上次99老太太，下到90，基本上算是这样子。那下面还有一个水果要给我们的小弟，小弟，这就是给我们的啊，你给我啊，小弟，芒果给他是吧？为什么给他芒果？因为那芒果特别甜，有小鲜肉的感觉，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小鲜肉。你亏心吗？这还差不多还是小鲜肉，你都是老腊肉了，你不亏心呢你？剩下的菠萝了，菠萝就是送给我们的阿叔啊。哎，不是一个小妹，对，一个小弟，对，我阿叔，对，我有这么老吗？没有，我感觉就是来的，我刚刚看到你是有一点沧桑，然后这个有点像你的发型，所以是挺像我这个。但是我其实最感兴趣还是他的歌声，没有看见他人之前，那个歌声就很有穿透力了，你不觉得吗？那我就比如说来一个，比如说来一个万泉河水，那也可以。万泉河水清又静，我便斗笠送红军，君爱民来民忧惧，军民团结大地人，大地人。哎，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叫情歌王国了，唱的特别细腻，我觉得很舒服。那好，大海的儿子今天能够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报的账单是给我女儿买一台电子琴。女儿几岁了？7岁。你看看人家，我女儿音乐教育打小开始。对，说不定真的能继承这个爸爸的音乐天赋。来，来，60秒，来，谢谢。三。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情人之间揉碎了我。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你心起波澜抛弃了我，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却由你操作。今天我已离不开你，不管你爱不爱我，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却由你操作。可今天不管你爱不爱我。
真的早就到时间了，是但是我们真的不忍心去打断，都没打断你、啊。希望你能够唱完。谢谢大家，谢谢。来，下次给你确认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2550。2550元给女儿买的电子琴。加油！来，挑战区等着你，祝你成功。好，阿芳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啊！3、2、1，开始。好，大胆的跳哦，一气呵成啊！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你的裤子，嗯。哎呦呦呦！小心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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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好，第三关等着你，好好想一想这一关怎么过。首先你要迈上去，对于你的身形来讲，这一关应该不成问题。不得不遗憾地宣布，阿旺的账单取消。进步账单，为您买单，欢迎下一位报账人。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显身手，三洒热血写春秋。来来来来来，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杜卫丽、嗯，来自我们江苏徐州睢宁县苏北地区。嗯，我呢现在在家里面和我老公一起经营了一家不太大的婚庆店。啊，婚庆店。我是婚庆店的总经理兼金牌司仪。哦，哎呀，这主持人婚礼啊，哦，见笑见笑了啊，金牌县城里面的金牌，金牌，金牌司仪，自己封的，金牌司仪。其实这次来呢，我想给我的84岁老高龄的老爸，就是我老公公啊，买一个电动的摇椅。哦，因为我说我老公，我想多说两句啊。嗯，我老婆婆在我老公啊才6、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嗯，到时候是我老公公一个人呢把4个孩子拉扯大，一直就没有续弦，因为怕孩子受委屈。啊，所以说这一点呢特别特别值得我尊敬。所以说我们一家是3代人在一起生活的。刚才我上来又唱了一首京剧，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以前在没结婚之前啊，我就根本就不会唱戏曲，但是就因为我和我们老爸在一起生活嘛，他有个爱好，每天早晨他有个小收音机，早晨天亮我们都起床的时候，他的收音机就开始放了样板戏啊、豫剧啊什么的，都是戏曲啊。戏曲，戏曲。就你的公公是你心中最尊敬的人，84岁了，对，84岁了，喜欢戏曲。你学会了什么？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我清唱几段，你们来猜一猜我唱的都是哪个戏种？你试试看。你来，奶奶，你听我说，我敬了你表叔，说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兄还要亲。太熟悉了这段啊，非常经典，对，红灯记啊，经典选段，样板戏，特别脆，特别亮。对，那今天来到这儿报账单，多少钱的一张账单？我想给我老爸买一个电动的摇椅，6000块钱，6000元的摇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舞台留给你，60秒的才艺，加油，好不好？来，好，谢谢。来，3、2。
把一把汗一把，双手撑起天，俺脚下遍地花哟，双手撑起天，脚下遍地花哟哟嘿。女人家，我的女人家，生就个女人家，咱就是女人家，家里家外都是家呀，你家我家大国家，好一个女人家，好一个女人家。好的，那再次给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6000元的电动摇椅。6000元给老公公买的电动摇椅。如果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王大山营养100牛奶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可以获得由王大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好不好？好的，好的，加油，富乳强再去，加油，祝你成功。准备好了吗？来，听我口令，3、2、1，挑战开始。我不知道这一关对他来说是否是难度。好的，过。哎呀！很遗憾地宣布，杜威利他的账单取消。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挑战者。大家好，我叫王贝德，来自北京，英俊潇洒，帅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身高193，体重143，年龄23，特长腿。特长腿。因为我现在刚毕业，但是我还想学点其他的东西。我在外面学表演，学主持。比如说主持里面有一门课也是要解放天性的。然后解放天性。对对对。我特想知道解放天性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会有动物模仿，然后还会有就是真心话大冒险之类的。我觉得咱们可以现场玩一玩。我们现场解放一下天性。行。好不好？行，我没有上过，我还可以邀请一位女嘉宾，咱们站一排，然后一会儿音乐老师会给鼓点，然后咱们就上去看谁先抢占到这个台子上。你当然要注意安全啊，鼓点停了，音乐停了，那么站在上面的人就有权利让底下四个人其中之一的一个人，然后干一件事情，比如说真心话或者大冒险。明白了。音乐停，咱们就抢。你想要就是可以让他干，在现场想干什么干什么，或者问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想知道的事情就是真心话或者大冒险。好难打球的。来，我干什么都行吗？100个俯卧撑。100个俯卧撑。就你这个劲头。这个过程很享受。你做过的最丢人的事是什么？他一直在说，快说，快说！在电梯里放了一个屁，我还赖别人放的，还看别人？谁呀？臭不要脸！好好，欣姐，你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四个人再继续逐一的 PK。再也不跟你一块坐电梯了，我告诉你啊。喂，萌萌，哎，你做一个最让我们开心的表情就可以了。
是吧？知道我多疼吗？你还差点别呢。你和你初恋女朋友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最尴尬的事情。我放了一个屁。来您看啊，哎，终极对决啊，终极对决。呀，萌萌加油，来萌萌加油加油。哎呀，你的问题是什么，萌萌？哎，你跟我们这位选手，你们俩扮演两只猩猩，相爱的猩猩，相爱的猩猩，相爱的猩猩，来试试看。好啊，来，相爱的两只猩猩。求偶啊！我觉得解放天性你也足够了，谢谢谢谢可爱的萌萌，谢谢谢谢。嗯，那你今天的账单是什么？微电影的拍摄费用多少钱？12000。12000，加油加油！来，3、2，我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幼稚，可笑。萌妹使我看不见自己卑贱的细胞，于是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迎面扑来旷世的风暴啊，天翻地覆啊，山呼海啸，伟大的造山运动把我深深埋进了底层，我死了。那时我正青春年少，我死了，年轻的躯干还在滴滴痉挛，我死了，不死的精灵却还在拼搏呼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的理想。我觉得他特别厉害，能够在刚刚游戏那么活跃的一个气氛下，然后马上把自己投入到另一个情景中，我觉得是在这个舞台上很难能可贵，很多人都会选择歌曲这种比较大众的才艺，他能将自己喜欢的然后可能还会带一点点危险性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我觉得他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下次给你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12000。大账单哦，12000元的拍摄费用。加油！加油！大长腿现在有用了。咱们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加油！加油！1米93的王贝德到底能不能通过挑战呢？他的身高应该是个优势。来，贝德，听我的口令啊，3、2、1，开始。大胆的跳，没问题。这俩大长腿都不用跳。好，好，你这个选择从上面，好，你小心了，要小心。好，小心他来回逛哈，碰到你。选择站起来的时机，不要让他碰到你。哎呀，好悬呢，小心啊。好，站起来，跳过去。好的，好，顺利的来到了第三关，好好想一想第三关怎么过啊。好，但是趴着好像不太行吧。哎呀，你不疼吗？你站起来，否则你下不去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天哪！贝德，你要站起来，站起来！好的。好，迈过去。
非常遗憾的宣布，王贝德的账单取消。接过账单，欢迎下一组报账人。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美女们好，我是双胞胎演员恩科。我是双胞胎演员恩琪。静姐，哎，其实我刚才想告诉大家我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但是我想给三位主持人出一道难题，让我们猜猜我们谁是姐姐。一般问这个事儿的都是妹妹。被人揭穿了吧？是啊，太聪明了。对，你是姐姐，她是为什么？因为小的淘气，就是你乍一看一样一样的，是啊，仔细一看神情有点不一样。对，那你自认为是什么样的角色可以驾驭？啊，一般如果要是好人的话，我就是大家闺秀。那如果要是坏人的话，我就是霸气侧漏。我记录比较宽，都能驾驭，是吧？你呢？我是好人的时候，我是青春可爱，小家碧玉，对。然后演坏人的就是刁蛮任性，蛮不讲理。老小，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现场看一看，演起来一下，看看吧。怎么知道题？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是这馊主意一般都解决。跟男朋友逛街，然后男朋友在看美女，这不常事吗？对，一个是霸气侧漏，他经常看；一个是刁蛮任性。那看一看好吧，现场啊，咱们走。亲爱的，我们一会儿去吃东北菜好不好？吃什么都行啊。哎，不是，哎，走。身材真好啊。说谁？长得真漂亮。说谁？不知道。你看得挺开心呢。没，我哪能看别的女人？这能看清吗？过去看。别，亲爱的，我是爱你的。要不要我的电话号码？我是爱你的。要不我帮你吃饭？不，今天就站这儿看，不许吃饭。别呀，哎呀，那我就跟他走了。别呀，你怎么老围着人家转？你过一小事儿你。他一说是演员的话，我突然觉得我不甘心当路人甲。这是史上出镜率最高的路人甲。看他们俩，看他们俩，他们俩的，他们俩啊。亲爱的，哎，我昨天看幸福账单了，旭子穿的衣服可好看了，你也给我买一件吧。哎，我跟你说话呢，说干什么干什么？我跟你说话呢。请问，哎，你不是那个怎么回事？十八路摩托车怎么走？哎，你不是那谁吗？毛病又犯了是不是？哎，你有什么疑问我？哎，别等。路人想问话，问我路呢？你看你怎么这样啊？啊？问路啊？满街这么大人，为什么非得找你问路啊？这是不是看见我了？那我也想分手了是吧？哎，怎么叫分手呢？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呀？错没错？我怎么错了？你看一眼我怎么错了？我看一眼还不行吗？错了。错了就行。走。啊，去买周迅姐那件衣服去。哎，周迅，这不是周迅吗？这不是周迅吗？好的，那么今天两姐妹一起来报账单是怎样的账单？是这样的，我们想报一张床，双人床，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床很小，你们俩睡一块吗？对，特别挤。两姐妹从小到大一张床长大的，对，那带来什么样的？我们唱一首歌。好，六十秒倒计时准备，三，你正在说什么？我很模糊，只有好音乐让我听得清楚。我已从这里开始失去作用，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接触。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你看看是什么的自主。全世界是一个大铁幕，每个人踏着一样的脚步。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即使跳舞聊恋爱，不如跳舞
谢谢。好的，那么再次给你们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3500元，3500元的双人床。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由万达山婴儿100年来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加油好不好？好，是姐姐还是妹妹来着？又忘了，姐姐妹妹谁去挑战来着？姐姐加油，姐姐加油，挑战去，你准备好了啊？来，三二一，挑战开始，加油啊！好，看一看，好的，我好的，现在的这个直接坐下来选择。前一点，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方式，来到第三关，哇，哦，他现在延续自己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好的，他选择了非常正确的姿势，灵活的躲避着障碍，机会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的，来到第四关，张恩科能不能通过账单呢？要通过你自身身体的机能才能够通过，好吗？只差一步，只差一步，通过第四关。面前的是第五关，一起说出内心的答案，到底是闯还是不闯，好吗？闯！来，站上第五关挑战区。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可以站在最靠前的位置，听我的口令，三二一，挑战开始。课账单取消了，还是要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那就是幸福账单就在你身边，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本节目是由万达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万达山，幸福很简单，欢迎下一位。好的，出门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怕，你说一说咱们来自哪家。我是歌手，华语歌手江劲，很开心来到这里与主持人们一起与大家相会，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节目，我们是未来，谢谢大家。好，恭喜发财，一句没压上去。对。
全都没在那板上啊。全是即兴发挥。你是属于自嗨型是吧？是啊，平常呢就是怎么说呢？然后呢，在自己学习的时候，对，说话语速比较快，控制不住这样。我想知道你是来报怎样的账单？账单呢就是，定了。我想，因为我。今天我要报的账单就是这个啦，大家都可以看到啊。因为呢，我要录制我的新的歌曲，主打歌曲，所以呢，我是希望能够为自己报一个账单，一个麦克风，1800元。哦，报麦克风。对对对对对，赶快听这个歌手。来，谢谢主持人们。嘿呦，你在那干什么？喜欢看到的吗 ？VIP 就是我要的权利 ，Yeah， 可以，叫姐姐，一起走，一起舞动，每次 DJ， 大世界的一流的独家 ，Yeah， 我不知道你的秘密，但是你见我和朋友。我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会不大理解，对对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嗯，因为那个就是喜欢我这首歌曲的那个风格的，就是好朋友们，一般大多数的都是00后这样的小孩子们。00后，你老了。可能听不懂，风格不太一样，这样。我就是从你现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来看，我觉得还是有打到我，所以这盏蓝灯给你。谢谢。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勇敢的人在哪里跌倒会从哪里再站起来，聪明的人在哪里跌倒会捡点有用的东西再站起来。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幸福账单的这次旅行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收获，就千万不要说今天失败了然后你就一点都不去反思，我觉得还是有原因的。好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总结一下。好的，谢谢您。捡点东西回去啊。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对你的音乐风格不是很了解，对，音乐做出自己的个性很关键，但是我觉得靠实力说话吧，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准备好了，姐姐们，谢谢，好的，拜拜，谢谢，欢迎下一位报账人。我敢飞，我就追，我就骄傲，今天的泪，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发愿。认识一下你是谁？大家好，观众朋友好，我是郭飞鸿，来自海南海口。啊，海南岛的姑娘。对的，所以皮肤比较对，没关系，比较健康，特别白。我们真的很白。我想报一个2块钱的一个创可贴。2块钱？对。人民币2块钱、啊？对，从来没有过这样小的账单。为什么？肯定里面有什么事情。我这个账单其实有一个典故的，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一个事儿。因为我是单亲，有一年过年，然后都回家过年了，然后我就真的就赶那个飞机，就急急忙忙的回家，什么都没有买。然后到家了，我就看我那些同辈的表哥表姐，就拎着东西就哎来来来，过年好，过年好。我看到我妈，我真的。哎，我心酸酸的。我就从包里拿了一个创可贴出来。我说妈这样子，我说我经常不在家，没有办法在你跟前孝敬您，但是给您一个承诺，您的女儿会报答您的恩情，我会像这个创可贴一样
永远保护你。等我有更大的能力，我会给您找一个家，让你能感觉到温暖。我能时时刻刻陪在您身边是最好的。所以我妈这次听到我要来这边非常开心，因为她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个栏目。谢谢。妈妈现在单身多长时间了？就一直就没找，一直就把我就这么拉扯大，所以我真的太亏欠她了。所以我想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如果您是单身的话，对，妈妈征婚是吗？征个婚、啊、对对对，就我妈妈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能干。嗯，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是可以联系我一下。嗯，对，我想给我妈妈找一个伴儿，这样我也好放心。啊，哎呀，找个伴儿陪着妈妈一起开幸福账单吧。对，太好了。那我觉得用你的歌声也来表达，好的，你的这份心思，好不好？好，嗯，加油，六十秒，准备，三、二。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挡住寒冬。你总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你总是细心温柔呵护守候这样的我。现在是为了什么你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真好，嗯，哇，姑娘们全票来，谢谢。在这个舞台上不能提父母，一提的话眼泪就会止不住。就是前两天我读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就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容易了，一定是有人替你承担着你的那份不易。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父母，我妈平时也爱看这个节目，因为她觉得我站在这里她安心，她特别的平安。她觉得是，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跟我妈说一句，妈，你别去串串了，别挣那70块钱了，女儿都给你啊。我真的发现，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不容易。我还是跟大家鞠个躬吧，我觉得特对不起大家，好像把大家都整哭了。谢谢大家，谢谢。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对，把这些事情包容在心中，化成正能量，才是最重要的。我喜欢你的笑，也喜欢你的歌，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多多传递出去。真的，我们就可以很棒、很成功，好吗？加油！谢谢。再确认一下你的账单金额是多少钱？2块钱，创可贴。2块钱，史上最小的一个单，创可贴。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你就会获得优丸大山一咬一百牛奶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还失败，可以获得优丸大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精美大礼包。好，谢谢。好的，请不如挑战，请加油了！谢谢。好的，飞鸿，听我的口令啊，三、二、一，开始。小心，站起来。好，大胆迈过去，前一点，对，好。来到第二关。轻轻松松上去，哎呀，你要完全趴下来，对，好的，脚尖上。我要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欢迎下一位报账人。现场的十万观众们好，哪儿来的十万观众？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喧嚣看不见，你沉醉的美，白雪交叠，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姑娘的喜悦没人看见。哎呀，老妹了，有捕捉到我吗？有捕捉到你，贺姐。好，谢谢摄影师。迅姐好，迅姐好。你好。然后两位帅哥主持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叫徐飞，今年21岁，是一位演员啊。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是为了给我自己开的那家桌游店增砖添瓦。什么游店？什么叫桌游？玩过这个吗？三国杀。哎，对对对啊！但是呢，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怎么了呢？就是因为我的桌游店人太多了，生意太好了，宝贝们。嗯。然后呢，就有人举报我。啊，怎么呢？就是说我的桌游店扰民了。哦，声音太大了。对，声音有点大，然后他们玩的还好吗？会，他们会非常激动，整个就是拍桌子大叫大喊。你看他这个状态，为什么是你？就是这样。你看他这个状态，他顾客能冷静得了吗？我就想给自己桌游店里就是增加一些隔音的设施，确实需要。哎，对，所以呢，我就来到了这里。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2年前呢，我有见过迅姐。哎，有见过你吗？见过，你见过我？电视啊，你这样个性那么强的人，我肯定不会忘的。但是我是来看你的节目，你是台上的观众。对对对，结果在你的节目上，怎么又发生了一件惨案？怎么了？我的钱包丢了。对，我的钱包就这样不翼而飞了。我没拿。我今天来干嘛呢？就是要债啊，就连本带利给我拿回来。你把那个钱包丢的那事儿算他脑袋上了是吧？是的。但是我觉得哈，你要连本带利拿回来，必须拿出真本事来，要不然你就拿出你最拿手的给我展示一下吧。那今天在表演才艺之前呢，其实我知道岳哥呢，这个岳哥呢，哎，哪位是岳哥？哪位是岳哥？16号选手。什么意思？我跪下求你别离开。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我知道，其实我故意的啦。我知道岳哥，谁让你是故意的？对啦，这样就好嘛。然后我知道岳哥其实很会唱歌，就是想唱一首，这个非常就和我的装扮很脱节的一首歌，什么？叫做《为了谁》啊？哎呀，那你找对人了，交给你了，你看看啊。你伴我满枯腿，汗水洗透衣。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生活，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唱穿天涯。只有战友，何时回？好，哎呀，你俩这个配合真是天衣无缝。对，我也是觉得，就我们俩，你见他说黄的那边啊。当我伸出手的时候，他就会在我这边。你知道为什么？我在找你的手。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桌游店玩耍，哎，只要你们来，我免单，好吗？好，来吧。地址不告诉你们。你的桌游店啊，除了杀人游戏，还有别的什么游戏给我介绍？有很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三国杀，三国杀你有说过，还有通缉令。对，蔬菜园里有什么？不要再说下去了，这种东西会暴露他年龄的，不要再说下去。没有，怎么说话呢？迅姐跟我一边的，就是你50几了，拖出去，拖出去。真的，娘娘息怒，娘娘息怒，自己找祸。这大热天的，我今天好不容易说你个冰雪奇缘的头发，冻住他。来，你接着说。来，你找一张可爱的姐姐。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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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叔，
张丹才艺是什么？先说账单，账单是什么？好，那我先说一下账单。隔音设备都说了八回了，我知道。对，多少钱？多少钱？是8500块。接下来就为大家再唱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扇子舞》。60秒。三。啦啦啦啦啦啦啦，粉红的扇子飞舞。价格是8500元，8500元的隔音设备，加油，请步入挑战区。来，谢谢。好，三、二、一，挑战开始。拿出你的气概，拿出你男子汉的气概来，加油！有时间限制的啊，有时间限制的，我告诉你，有时间限制的，好吗？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来到第二关，看看第二关，不要当底下有水好吗？不看它有水，只看前面，只看对方。抓紧机会，好的，稳住，没问题，你可以了，就是这个姿势。转过去，慢慢来，转过去。得站起来，要不然你这样是爬不过去的，好吧？过，加油！漂亮，来到第三关。就是这样，填住它。好，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坐在了整个最外边，不要往里去了，你一会儿要通过的，好吧？好，你看到了它，就是现在。力量给自己加油。哎呦，你可吓死我了，好险呐。看第四关能否通过。就是现在，来。好，我不给你任何的心理负担，按照你内心的节奏好吗？就是现在，漂亮。对的，没有问题，它只是障眼法而已，好吗？来，机会，漂亮，迈过去就可以了，好吧？来，我在这等着你，在这里等着你，耐性哦。好的，按照你的成功确认键来到这儿。那么接下来你将面对的是选择第五关，
到底跳还是不跳呢？我不跳。好的，我们尊重。我认怂。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啊！正式宣布你之前的账单在此确认。耶，谢谢。给我们爷爷带副麻将牌吗？对呀、啊，真的像不像真的？这不就是真的吗？这不就吗？啊，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呀。班糖蛋糕。哦，这是蛋糕啊！蛋糕啊！对，麻将蛋糕。对，麻将蛋糕。来，尝一个。我来，我选一个。哎、你等一下。能吃，我们还要玩一下才能吃。哦，这还得玩一下。这几张能这咱能？没有，我们四个人刚好一桌。正好一桌、啊，可以了。现在到底说四川人啊，不仅是四川人，很多地方的中国朋友都爱打麻将。对。但是娱乐可以，对，不要在麻将里度过的。对。所以我把它做成吃的了。吃的吧，我觉得很好。我想问一下你的账单是什么？我的账单是一个唱歌软件。嗯。哦，唱歌软件多少钱呢？998元。啊，更好的去练习歌曲。对对对。啊，60秒交给你。3、2。觉得唱的还是挺好听的。其实这次来就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我们四川非遗的一些戏曲类节目。谢谢大家。谢谢你，小妹妹。谢谢、啊、等你再来。再见。欢迎下一位保障人。古典美女是好二胡软中软琵琶主唱，人家都拿乐器，你为什么空手呢？因为我的乐器太大了，每次都被他们撂在后面，对，所以这次我就打算这么唱着出来。我
你到底是什么乐器啊？我是弹古筝的啊。那也不小啊，古筝。好的，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们是 S 上乐团。啊，你们好。他们给我一看就很古典的感觉，但是能不能演奏一些其他风格的乐曲？对，玩一段那个斗地主吧。好熟悉的旋律，两分，飞机炸，不要，四个，斗地主，要起。来，四个姑娘告诉我，你们要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们想一起出去旅游。啊，姑娘，姐妹团，我们也想去。真是的，我们报。你带上他，他带上钱，你们一起去吧。好的，来，接下来60秒才艺，才留给你们，留给你们。三、二。金额是多少钱？6500。姑娘们的账单是6500元，一起出去旅游的费用。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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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给龙听我的口令，3、2、1，开始。走，别害怕啊。好的，这不就交给他呀。大家希望稳住啊，别像第一关似的。看好怎么过这一关，别他打到你。哎呀，你是被推过去的。小心后边。好，很聪明，非常聪明。好了，他应该完全打不到你了。哎呀，又卡在。什么叫连滚带爬？这叫连滚带爬。哎呦，这一下疼不疼啊你啊？哎呀，又一下。好，迈过去你就完成第二关了。好的，来到第三关，来，咱们的队友给他加加油。
你是最棒的。好，站起来卖上去。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他每一关都是连滚带爬的完成呢？最后一关，千万别这样了啊！不，好的，非常轻松。第二个，还有两个你就成功了啊！好。前四关挑战成功了，账单基本上已经确认了，最后的第五关你们要不要挑战？通过跳板越过横杆即算挑战成功。中国福金利福金利福珠宝提醒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所提供的礼品一份，每期一等奖一名，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一部，二等奖1000元金饰10份，三等奖价值200元的充值卡50份，幸福账单我们为你买单。通过跳板越过横杆即算挑战成功。你们最后的决定到底要不要挑战第五关？我们选择放弃。尊重你们的选择，那就高兴地宣布 S 商乐团的账单确认。好了，咱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您是不是也想报销手中的账单，分享只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您是不是也想知道我们会为您的账单准备什么样的游戏呢？人人都有账单，人人都有机会带上您的账单，我们在这等着您，我们为您买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爱奇艺央视综艺，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您买单！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多招人恨，人家就不想让你说话。没有，没办法呀，来。那我现在就是凉皮儿练的老板娘。太好了，蔡国兴老师。时间都去